已经只不过是一个工程问题。 谁喊的星辰大海啊！我勒个都！来，冲兄弟！奥数月签已开启。 我这个 EZ 绝活怎么说？等一下，问一下他，我这个 EZ 绝活怎么样？嘿嘿，我这个。 坏了，哎，少挡了一下，这边会特别难受。这样做眼，这样做眼要被揍啊！男枪是在下的呀，男枪应该在刷他的石头人哦。 应该在刷石头人。小可惜，两个都是残血，在上半区嘛，那他下路这波线吃不了啊。 对他男枪在上半区，他这下路这个线就吃不了，吃就得死。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吃回家的，这样能赚一波线一个镀层。永不动摇。 没有，他男枪一个人没有用的。他们只要卡马没来，他们下路，但男枪来都抓不了的。让他换点血。 OK， 这个盾扛了226，血量只有190，不会考，真不会考虑带。你看，这哥们儿，主要这个就是排位玩厄，单排位玩厄斐琉斯难受的点就在这儿。厄斐琉斯这英雄后期是很强，但是他的难点就是他需要队友保，需要队友围绕，而且要度过对线期。 就其实厄斐琉斯对线其实还挺强的，这个英雄打第一套刀，红绿刀切完之后，他其实前面比较能打炸的一个英雄，但是他很容易死的，他闪现一交他就压力就很大，就很容易被沉陷然后死。男枪来了没用，那给你来，来了真没用。
尝试打架吗？我想打，对不对？尝试表演一个阿闪，确实是阿闪。对啊，那就说踢没踢到，踢没踢回来，没问题，阿闪。 难打，打起来好费劲啊，还是打也打起来就比较轻松。他男枪在刷上半区，我想刷完这个塔去找找他，找他玩儿，他在上的。 找找找找找找！哎，大到了，插一下，再一下 Q。 这个大招一个都没大到，有点难受。把线带过来。龙的传人。 以前龙的传人怎么说呢？现在就还好了，交 TP。 怪不得这男枪这样子装很爆了。 爽，有点爽。
OK， 超神再加十，是吧？已经加130了。如果按那边，然后还有 MVP 击杀翻倍。一把就给他加个大的26级，按这个进度应该有说法，现在14级刚出头，咬牙不好说的，这波团打完好像要一波了，要一波吗？可以尝试一波。要阿闪吗？没阿闪。哇，有放烟花。差一点，啊，你个大豆，我你个大豆，你可惜。